湿纸巾。湿纸巾。脚踏车。脚踏车。纸。纸。嗯，纸。画画用的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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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違えてる、こっちだよ。こいつろ、じゅ、父さんの記憶語力は一切変わってません。みよ、你的中文有变好吗？うまくなっちゃったの？やばいじゃん。ママが言ったもの、中国語ね、言ったものを持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え？ね。钱包。钱包。钱包。あ、正解。距離の問題じゃない。ちょっと。あ、いいよ、まあ正解する。はい。じゃじゃーん。チチ。チチ。CBT 的。CBT。CBT。CBT 的在哪里 ？CBT。CBT は英語じゃないか。シーソーの C だな。CBT。ちょっと洗うやつだから。これか。勝ちや。どうぞ選んでください。これが CBT ですけど。どっち合ってるかな、パパね。はい、正解は？どっちも間違ってる。ブッペー。風邪ひいた時は？ビーズの B か。うん。これか。あ、外れでした、みやさん。どっちも外れでした。湿纸巾。湿纸巾。面包。面包。啊？那你那你说那还爱的？面包。呀，米欧，你的面包在哪里？你知道面包是什么吗？红包。红包不是红包。面包。面包。みよ。あれこれ違う気がすんな。麺包、麺包持ってきて。違うわ。間違えた俺。これパンだな。みよ勝ちだし。みよも勝ちな。そうだね。パンだしょ。パンですね。脚踏車。脚踏車。纸。纸。嗯，纸。画画用的纸。纸。爸爸多回一个。你怎么比我还要回呢？爸爸多回答。那你有没得看到？你开一道走，爸爸。哎？我这个是关的。じゃん。これが見パパで間違えてる、こっちだよ。これ中路中正解だろ。ズズミオの方が正解あっ、ホワホワのズって言ったよ、私。ホワホワのズ、うん、ズだよ、猪じゃないよ。あ違うの、これじゃないの、ミオ。あとがズ。はい、じゃあ、弾珠。弾珠。弾珠。わかった。弾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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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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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来，嘿，弹珠，爸爸の勝ちでした。みよの勝ちでした。何それ持ってんの？炭治郎、炭治郎、炭治郎。炭治郎、炭治。正解吗？知识。
我要的是弹珠。弹珠。圆形的。丸子弹珠。遥控器。遥控器。遥控器在桌上也有，你有也不知道。嗨，控制。你有这中文是什么？爬山根。爬山根啊，你听过呀？中国话呢？哦。遥控器。是。这个吗？コントローラーみたいな。这个吗？なんだろう。あ、お、十正解です。ててれー。我想要咖啡。Coffee milk。对对对对。OK。啊，对这个，嗯，谢谢谢谢。じゃあ240円、760円。第一次跟日本人用中文沟通。台湾最近开放那个观光，然后最近很多台湾人来日本旅游。我有看到留言说不会讲日文，来日本会不会跟日本人很难沟通？我也觉得应该很多人也有体验过来日本语言不通的困扰，所以我今天挑战一整天都不能讲日文。好，开始，先去厕所了。这个鳥好有 feel， 花園稲荷神社っていうらしいですね。すごいたくさん鳥居がある。等一下，我已经作弊了，我已经开始讲日文了。やべ、自尊で。我今天是来日本的观光客。东京的地铁太多线了吧？这个一定会迷路吧？我现在想去浅草，好，140块。诶，千草在哪里啊？糟糕糟糕，这个时候不能讲日文，有点困扰，不能直接问路人。车站里面有那个牛蛋，好多。然后我现在人在秋叶原。我想要咖啡。Coffee milk。对对对对。OK。啊，对这个。嗯，谢谢谢谢。じゃあ240円、760円。第一次跟日本人用中文沟通，咖啡牛奶。然后我买了这个面包，我不知道日本的地铁可以在里面吃，我连这个也不知道，我真的是来日本旅游的观光客。我现在人在浅草桥车站，我原本想说要去那个浅草那个有雷门的地方，结果我现在来到了浅草桥车站。其实从这个车站到浅草还有一段距离。我想去这个地方，这个。帮我看看吗？嗯，对，谢谢。大部分都是给他们看那个照片，就知道要去哪里，真是浪费钱。然后我今天这个时间有预约那个穿和服的体验，我现在要去那个穿和服的地方。你说。我预约的是从这个。里面选，在那个地铁里面买的，它是可乐饼面包。妈，在日本那么久，我第一次穿和服，穿这个和服走路的时候有点难走路。走吧，这里现在好多人，然后很多观光客。然后这种声色，除了旁边的那个拜拜以外，还有这个おみくじ，最近的运气到底好不好？46，这个。诶，今日じゃん今日。我要一个。谢谢。Like you can see the same store, please get there. 好，谢谢谢谢。对，我要那个团子，就是。对对对 ，yes yes yes。
我买了这个 kiwi 蛋糕，这个造型很特别，三个200块，好软哦，很有水分的团子哦。那个桃太郎的故事里面，这个给就是陌生人吃，就可以交朋友的团子，看起来很好吃吧？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是什么，地瓜的点心，可以吗？说啊，哇，很好吃，不像点心的那种。感觉吗？有点像很甜很甜的地瓜。谢谢。好的，走走，我的先生。我要一个鸡排。鸡排。还有台湾啤酒。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鸡排，这个鸡排蛮大的，价钱的话600块，600块台币大概差不多150块。跟台湾的比的话，有点饱。我记得台湾的比较厚一点，可以享受我外面的这个皮的部分，就是咬起来很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蛮好喝，好像最近日本人开始卖台湾的东西。这个浅草的旁边也有蛮多间卖台湾的一些店，我觉得很棒哎，大家很喜欢吃台湾的东西。台湾啤酒，这里不是日本哎，这是台湾。他们也来这里吃鸡排。那我现在从那个浅草走到这里是卖台湾的料理店，调查看看在中间的台湾料理店，它味道到不到地。你好，台湾人吗？他台湾人。啊，台湾人。中国人。哦。你要买什么？我要卤肉。卤肉饭，你是来这里很久吗？好久，我来30年了。咦，谢谢。很像在台湾吃的那个。对呀、啊，台湾味道啊。摸你啊，我的是摸到。肉，可能肉老板做的。好吃吗？好吃。卤肉饭的旁边有这种小菜。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です。美味しいでしょ？在日本好像很少的这个八角的味道，因为上面的这个肉比较咸甜的，所以很下饭的感觉。这个台湾的便当里面很常见的这个东西，看来这种东西就想念台湾人。咦、欸，谢谢。他们请我喝这个珍珠奶茶，很像回到台湾的感觉。嗯。如果吗？通常在日本卖的珍珠都是比较小颗的，可是好像这里的比较大颗。谢谢，谢谢，谢谢。下次再来。好，拜拜。好，我现在到了 Sky Tree， 那我现在去逛一下这个里面。这是到处都有台湾料理店，我要芋圆豆花。冰的这个，啊，谢谢。其实蛮大的，上面有这个盖子，这样分开的，很那个现代的感觉吗？哦，日本的豆花到底是怎么样的味道？哦，这个芋圆比想象中的软，差一点不像。芋圆的感觉，我觉得蛮好吃的。为什么？其实我在台湾比较少吃豆花，可是这个的话，不喜欢吃豆花的人也可以吃，真的有那种点心的感觉。这个芋圆真的是，好想知道怎么做的，太好吃了。又是你，好饱，我饱到我头痛现在。那现在差不多5点多，我现在换回去这个衣服。今天一整天都在吃台湾的料理，めっちゃ楽しかったです。啊，本当ですか？ちょっと非日常な感じでね。Singapore。Singapore か。你会讲中文吗？哦，会。じゃあぜひ今度来てくださいって言ってください。下次也可以来这里。你是来这里逛逛？啊，我是来这里逛逛，第一次来日本。哎，是哦，一个礼拜还是什么的？我们来大概9天。いい出会い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たぜひぜひ。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台湾跟日本混血是吗？混血。你们有去过台湾吗？
啊，还没有，没有，我去过一次。你们今天玩的还行吗？啊，还不错。来观光会不会不方便？语言不通。我觉得这几天我们暂时还可以，因为他们很多都会说英文，如果沟通不来就比手画脚。有没有什么一开始来日本文化冲突什么的？没有哎，对我来说就比较新奇，因为我第一次来。不是冲突的那种，新鲜的感觉吗？啊，对。5 minutes or free time? Which one do you want to? 那 free。Free time.、Yeah.If you stay more than 1.5 hours, it's 30 minutes. 嗯，也是是是是。刚刚的店员的态度很好，反而我不会讲英文，对不起他。有点好疗愈哦。这个咖啡一人30分，这个是650円。スマートステイシズクツリスヨンズクヨスガルドツリショスホブファンジンラオチャーチェンスツリラオツリロシャエヨクイパオウンチュン现在时间是晚上2点，可是感觉还有人哎，他们明天没有工作吗？那边有漫画，还有电视，可以在这里坐着休息。嗯，很有台湾的味道哎。虽然之前在日本很流行那个珍珠奶茶，可是还是在日本蛮多地方卖台湾的东西，我觉得很棒。这次的影片到这里，下次的影片见。